我是小伦，我们现在呢来到宜兰苏澳这边的一间餐厅，叫山口食堂。因为它位在渔港旁边，所以这间餐厅的料理呢，海鲜都是非常的新鲜，都是老板早上现捞的哦。现在呢，就赶快进到厨房里面去看看老板今天捞到什么好料了，走啊！像类似白带鱼，你们刚有吃到那个白带鱼，把它卷起来下去炸那个，因为它白带鱼它本身如果你用烤的也很好吃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可能没有马上吃，它会就是会有腥味跑出来，所以但是你用炸的，它就是肉质会变得很软，然后又不会有那个味道跑出来，对。然后像之前我们有做青干下去烤。对，它肉质比较硬，但是比较硬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腌制过，让它变软。但是你腌制过的东西，你就是要烤，它那个香味才会出来。你下去炸，反而就是没有那个香味。然后一开始，因为一开始我会一直去找，就是南方特别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，然后来试看看。因为这种虾子其实渔港都买得到，但是它有剥壳没剥壳的啊。然后就一开始慢慢试，慢慢试，试到最后，哎。好像带壳再去炸，然后比较香，比较好吃。因缘际会，然后来到苏澳，因为本身是云林人，然后但是我都在高雄工作比较多，然后因为高雄的老板是请我来这边，刚好就是有出差，这边东西也比较口味吃不太习惯，然后后来才想说，那下班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就开间店，就是试看看。然后刚好这边又是离，就是离海边很近，然后是海鲜啊什么都很方便，然后就主要就是做海鲜的料理，对，然后想不到就在这边就定居下来。这个季节的话是那个丝鱼，我们这边叫青干，对，但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恶性循环吧，因为你餐厅生意不好，然后没有人会叫海鲜叫鱼货。然后渔夫就不去抓，因为他抓回来没有人要买，但是价格很低，他也是赔钱，然后他宁愿就休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影响还蛮大。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来吃饭，然后就拍我的门口，然后跟我说他有拍我门口，想要请人家画一张图。我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欢迎啊，帮我做广告很开心、啊。然后就某一天他就把这个寄来，这印象最深刻了。